坚持香港制造的香港味道。四喜月饼、旧姜梅体月饼，还有乌龙茶奶黄月饼和麻薯月饼，快啲嚟 I'm U Buy 买月饼啦！欢迎嚟到，唔准谂，即刻答。系啦，咁我哋今日着晒运动衫，咁系做咩呢？我估今日系要做运动，系咪？打泰拳啊，准备。咦，系喎，咁你做晒佢。是因為咧奧運就啱啱完咗啦，咁個個睇完都話想做啲運動喎，咁你哋有冇做開咩運動啊？本身游光水係除咗游光水之外，我仲有踩板。我游水咯，但係我係嗰啲奇怪泳姿咯，唔識踩水會浸死嗰啲咯。好，大家救生員留意邊度見到阿蘇咧，就過去攬一攬佢。咁所以不如我哋今日就嚟試下了解唔同嘅運動同埋佢哋嘅訓練方式啊。今集会问奥运其中六项运动的问题，每次选择一项运动然后回答问题，如果答错的话就要接受该项运动的训练作为惩罚。今次不是你们两个之间的对决，所以如果你们两个一起答中的，就罚我咯。好，那你前面有六个项目啦，那你们选一个先啦。我们选跑步。好啊，这个是跑步啊，你这个呢其实是田径题。跑步的时候呢，身上面会运用了几多的肌肉呢？哇 A200 B300 C400 D500。究竟一个人体是有几多少肌肉呢？我有四肢计每度100，那我揀400。其实人体身上面是有大约600至650块肌肉的。噔噔，因为我觉得跑步，你说人体有600组肌肉，但我觉得跑步又好像不算是超级辛苦咯。跑步又不算是超级辛苦咯。好辛苦啊。都是撞的啫，其實講係咯，最後講咁多，係咯，解釋咁多都係估嘅啫，咁樣咯。咁答案咧，其實係 A200。哎呀！其實你哋跑步嘅時候咧，就會運用到一啲肌肉啦，就係、是、臀大肌啦、腘繩肌啦，依等等約200塊肌肉嘅。我都唔知道你講緊啲咩喎，嗰啲總之就200。你摸下身上面，哎，依塊唔知咩肌，依塊咩臀乜肌咁樣嘅，喂。所以咧，你哋兩個都答錯咗。咁我哋田徑題嘅懲罰就係要做一個原地爬山嘅訓練項目。點樣原地爬山啊？咁恐怖嘅你哋！我諗住做嗰啲咩 Bobby Jump 嗰啲就係咪咁樣啊？即係我撐起咗啦，三好似好輕鬆咁喎。輕鬆都唔係㗎，你試下做啊！19 20 20可以 ，Yeah。哇！但系你有几多题啊，导演？我想问。仲有五题。我仲有五题啫，都好啲。呢个系咪网球啊？系，冇错，呢个系网球啊。去到18世纪啦，先开放呢个女子奥运嘅网球项目，系边一年先开放到去俾女性参与呢？有冇试过打网球？我冇啊，成日都好想试下打网球噶。我试过打个壁球咯。温馨，温馨。你話18世紀先開放俾女仔嘛？咁通常嗰啲都 delay 嘅，即係唔係一開放俾女仔就全部項目啦。咁我覺得佢需要一啲時間。我係諗住係佢開放俾女仔，即係有女子奧運嘅時候就開放埋呢個項目咯。我心急勁多，即刻開即刻開咁。其實答案就係 A190。我補充翻少少啦，喺1900年嘅巴黎奧運啦，先會有呢個女子參加奧運嘅。咁我要做啲咩啊？咁依個懲罰就係、是、好。咦？我幫你數啊，三、四、四。喂！哇！我動作標唔標準啊？冇人識睇。標準。OK， 好。出曬汗啦！呢個我好中意呢個節目啊，我覺得可唔可以一個禮拜做兩次？有趣，可以逼我哋做埋運動。跟住呢個就係攀石。咁依題題目就係、是、速度攀登咧，會喺一個高15米外傾角度5度嘅賽道上面比賽啦。暫時啊，個世界紀錄係幾多秒呢？4秒幾爬到上去，好快噶喎！俾多2秒佢爬啦。我想問導演一個問題，佢哋有冇俾蜘蛛咬過？好，諗好啦，我係呢個。個答案咧就係 B，5.208秒。黐線㗎，啲人5秒幾。我錯啊！你要攀石啦！我做咩啊？咁樣欣賞你。咁樣。喂呀，好衰啊！咁樣。
哇，小浩勁啊！我的手已經震緊啦。加個對比咧，下次我輸咧。我喺度，加油啊，蘇！20秒。喂，好深啊！最後5秒。4、3、2、1。下屆嘅攀石奧運紀錄就係你啦！佢好似需要唞多一陣。咁下一題啦，羽毛球。羽毛球。現時最高殺球嘅速度係幾多呢？我以前中學係入過呢個羽毛球隊啊。咁勁啊你！但係咧第二年佢就接咗啦嗰條跑道。我都係 C， 我揀緊最高嘅。咁個答案呢就係 C。都壞啦！你當羽毛球隊留啊？雖然第二年接咗啫，但第一年嘅時候我都聽老師講過，我陣間學到呢樣嘢。阿G都笑得好開心喎、啊！睇人做運動，識跳朋友一齊跳，可唔可以配翻嗰啲瑜伽嗰啲 aerobic 嗰啲音樂呢？好啊！一、二、三，勁多安多芬啊！佢而家。OK 啊，夠啦，夠啦，夠！睇人做運動都會產生安多芬，都會咁開心喎。所以大家咁中意睇奧運咯，好熱血啊！成件事。劍擊嘅題目，咁影片裡面啦，雖然呢個張家朗有刺中呢個意大利選手啊，但係係因為咩規則呢而令到對方可以得分嘅呢？嚟，你好，個答案呢其實係 B。你撞錯咗啦，阿志得分嘅原因咧就係因為進攻權。咁如果係首先主動向前出擊刺中對手嘅話咧，咁佢就會得分噶啦。剛才嗰個意大利選手啦，佢就係向張家朗進攻先嘅。咁所以就算張家朗掂到佢啦，係啦，都唔計。我已經好努力噶啦，奧運知識好貧乏啊，我覺得好羞愧啊，要搞可唔可以走先？玉女劍法，玉女劍法，你俾我試傷，好難演落去啊！呢場戲，我係意大利選手，嚟到最後一題啦，我哋如果答啱曬咧，就你做噶咯。我哋個答案會一樣噶嘛？係啊，我哋會商量好。係咯，我哋商量好之後就合作技。游泳題啊，咁呢個飛魚啊，菲比斯啊，係歷史上咧獲得最多奧運獎牌嘅運動員啦。咁喺當中佢金牌啊，係攞咗幾多個咧？佢參加咗4屆，每屆當佢攞4個金牌咯。都有20個噶啦，都有20個噶啦。佢參加咗4屆，每屆當佢攞4個金牌，都有20個噶啦，都有20個噶啦。我會估係 boy 咯，不如 C 啊？點解咧？橫掂都係撞，係咪真係 C？ 定係 D 啊？咁多，可能真係咁多咧。你睇梁月個樣子，哇！D， 我覺得 D 啦 ，D 梁月游水啦，游水啦你！個答案真係 D 啊！ Yeah！佢總共咧其實係有28塊奧運嘅獎牌嘅，其中係23塊就係金牌。頭先你哋本來揀 B 噶嘛，做咩 B C D 咁樣落去嘅？會變咗？估係 boy 咯，不如 C 啊，定係 D 啊？人生就係咁多變數噶啦，人生就係咁多變數噶啦。OK， 我嚟。有 Jedi 同埋 Missy 陪你喎。咁我嚟噶啦喎。我係體育女教先。啊 ！fit 落去個 pat pat 度。但係唔係喎？頭先你嗰條唔係游水嘅咩？點解會變咗做掌上壓？咁你要用手身體嘅全部肌肉噶嘛？游水都係咪先？所以個個都咁大隻。咁所以你依家啱啱個熱身嚟，而家開始游水係咪 ？OK， 游水。好啦，咁我哋體驗完呢個運動員平時咧少少嘅訓練啦，你哋攰唔攰先？攰，但係都唔夠你哋攰。頭先嗰啲訓練嘅份量咧，其實只不過可能係啲運動員嘅千分之一啊，甚至萬分之一啊，甚至更多更多更多咁樣嘅。所以我哋要多多支持香港嘅運動。冇錯啦！如果觀眾咧仲想知道有啲乜嘢有趣嘅冷知識咧，都歡迎留言俾我哋噶。我哋下集再見啦，咁拜拜，又要去繼續練下劍擊先。
逢星期一至四7点睇片啦喂！未完噶，想支持我哋嘅朋友，快啲嚟 I'm U Buy 买嘢啦！我哋已经完善咗我哋嘅送货制度，满满600蚊免运费送到你屋企，3点前落单，第一送到你屋企。咩话？快啲嚟 I'm U Buy 买嘢啦！